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到咧啊，我哋打呢一个银河团嘅干部系啦，咁啊成功打赢咗银河团嘅干部啦，亦都打赢咗呢个道馆草道馆嘅，但系亦都包含地咧丧失咗一名嘅最强劲嘅伙伴啊，就系呢一个 Maria。咁啊，我们怀念他。咁啊，然之后咧，亦都用呢个叉尾浮游换咗呢一只嘅唱歌雀翻嚟。啊，只唱歌雀咧就系、是。都好低呢啦，暫時嚟講。咁依家比較高呢嘅就應該係阿波啦，同埋阿 Parky 啦，同埋阿 Cow 嘅呢三，呢其實都唔係，淨係得嗰兩隻高呢，其餘都比較低呢。好，而家劇情呢，我哋就可以繼續行呢個單車徑啦。因為之前試過行上面嘅山洞嗰個位置呢，山洞位置呢就唔係主線要行到路經嘅劇情嚟嘅。应该就系呢一个嘅桥上面啦，咁桥上面呢，我哋就一个不剩咁打晒呢份嘢啱佢啦，唔可以放过任何嘅锻炼嘅机会。我哋作为呢一个嘅精灵，呢个道馆掌门人啊，要成为道馆掌门人嘅人呢，少少嘅经验值系唔可以放过嘅。虽然佢放出嚟小猫怪啊，哇17呢啊，小猫怪大镬啦，不是吧？我哋攞一攞个钢爪试一试啦，不如好嘛？哇，好危险啊，好惊啊，好惊啊，大佬！或者碎岩啦，不如碎岩啦。OK，碎岩都高伤嘅，电火光，好惊！见到呢个毒啊，好惊！哇，非常入啊，哇，好痛，大镬啦，仲要麻痹。我一嚟已经遇到一个非常之危险嘅状况啦，点会咁嘅呢度？佢呢度打咗几多？佢呢度打咗24血，咁24血嘅话，其实理论上如果佢爆击嘅话，应该系足以打爆我可以。我哋照用啦，冇办法啦，照用，狠咬攻击，话冇惊啊，冇惊，大镬啦，冇。哇！死一食药先唔得啊，回一回先，搞唔掂，回一回先。佢呢度唔惊都仲有机会 OK 嘅，但系呢度惊就真系搞唔掂啊！充电，哇！呢下充电就大镬啦，呢下充电可以令佢个下一招雷技再加伤啊！但系佢加伤唔爆击就打唔死我嘅呢度，我知道，我呢度碎岩啦，电火光 有你啦～顶住！哇，好惊啊，大佬呢条血系啦，因为头先佢打我20几，跟住再充埋电，其实佢呢下爆击就一定打得死我啦，好危险啊呢条路，唔得，好惊，我要尽快升下 Cow 升到10呢先。几时壮烈牺牲我啲 Benji？ 冇咁快住，我谂其实可能要升一升呢先，依家不如我哋升一升呢啦。同埋上一次亦都有觀眾有提到，就係呢一個嘅元綠沙。咁元綠沙捉唔捉好？其實元綠沙有啲危機，因為元綠沙係屬於後期型啦，喺唔死嘅情況下，要將佢升到40零呢、50呢，真係有啲難度。可能我爆機都未40零呢，或者可能爆機佢都未去到最終形態，所以我諗應該唔會話真係會用咯。哦，就係呢個姑姑啊，咁啊姑姑就貓頭鷹就可以殺啦。钢爪识破攻击，我最中意用呢啲技能嘅对手噶啦，唉，呢识破真系十分之强啊！姑姑呢啲精灵真系好少人用噶，你哋有冇啊？劲喎，连续升2次攻击，钢爪好似系50% 几率会升攻击嘅。咁虽然其实佢喺正常嚟讲对战 WiFi 对战下唔会有人用啦，但系主线嘅话应该系。都会有人用嘅，挑拨啦，挑拨技能咧就可以令对手喺三回合或者三回合内唔可以使用变化技嘅技能啦，都系一招几有用嘅招式嚟嘅，冇用啦呢度，升嚟已经冇用啦，打嗰只嘢都唔需要升咁高，成都最惨都系输种族籍啊，系我哋迟啲要玩，要探索吉文嘅历史，探索吉文历史亡命模式嘅又嚟。我哋成功出咗呢个小力，
我哋睇下小力嘅图鉴先。具有不论怎么锻炼都唔会觉得累嘅体格嘅精灵，住喺人类远离人类嘅山入面，0.8 m 一米到。好，我哋要唔要改名啦？男仔系嘛？男仔，我觉得格斗系嘅精灵咧，应该系要用 Nick 叫啲名，应该系格斗系。格斗系嘅，有冇有冇阿 Nick 喺度？阿 Nick 啊，格斗系精灵。好唔好啊？阿 Nick 先，哇，阿 Nick 啊，悠闲。哇！你休闲喎，唔掂喎，你唔系拥有唔会攰嘅精灵，唔会攰嘅能力嘅咩？休闲嗰啲好似系休闲咪加防定减攻啊？加防减速喎，休闲呢个性格唔拖掂喎，唉，不过是但啦，冇所谓啦。自己连线得唔得咧？我都唔知得唔得。哦，系啊，佢冇得进化怪，有啲麻烦喎呢度。即刻想摆低佢添。冇得盡怪力喎，爭好遠喎，傷害即淨係可以用中間嘅力度，中力冇得盡怪力。小火馬 OK， 小火馬，但唔緊要啊，我哋中力都 OK 嘅，還應該都可以嘅。跟住我哋直接換 Benji。我想叫你行下路翻屋企，可能系行下路，跟住用嗰个斜波啊！你好啊，夜猫，你好你好，摇尾巴，应该就秒杀噶啦，呢度冇乜可能打唔死，冇乜可能打唔死啦。就咁一个泡沫光线，65攻，基本上再乘翻二黑属性，其实争好远啦，已经死紧。你阿 Benji 要24咧先开始劲。24呢，跟住再進埋帝王企鵝，加埋降速嘅話更加強。加埋降速之後，其實得返少少技能，得返啲咩技能打得通呢？咩雷呀、啊、同埋格鬥係雷格地三個，其餘就已經打唔入啦。大力被降格中力呀、啊、中力呀、啊、中間嘅力度啦、啊。Hello 啊，小二你好，阿力。直接照舊啦，出阿 Benji 出嚟幫手升一升啦，升一升咧。拍翼攻擊 ，OK。泡沫光先，我高佢大概幾多？你話六咧，五六七八八九咧，我高佢九咧，一下秒啊 ，OK。幾好幾好。加得劲少，小火马直接用啦，咁呢度费事烦，费事换你换去。小火马换唔关事，佢15呢嘅速度都快过24呢，所以你就知道佢嘅速度真系好高，但系防御又真系好低，防御同攻击都唔高佢。佢采用嘅都系一定要系嗰啲大火推啊，即系扣自己伤害嗰啲技能先劲。但系呢一代有冇我都唔知喎，呢一代好似未有啊。嗯，好，480蚊，啱啊，拎嚟，我要买嗰个 X 道具，要买 X 道具强化自己嘅，系啊，临时临急食蛋白粉啊。佢嗰个 X 道具系点样用嘅？冇人知道，系查定系食噶？外用啊，定系内服？请问有冇专家？有冇药王？请问呢度？有藥王喺度嘛？呢只有冇雷技啊？冇雷技，咁即系冇用啦，冇雷技。我哋得一波咧，系出一波啊！啊，出一波。仲未入到啊？好啊，我谂我差唔多熄台之后就应该入到噶啦。我谂，李峰。高系十咧，应该秒啩，系啊，秒杀。阿波应该要学多招技能，学多招劲嘅飞行技能先至再痛啲啦，系啦。依家就因为 level 压制，所以咧就真系好痛，都系一下秒啦。但系如果 level 差距唔大嘅话，就应该系冇办法一下秒。威吓，起风 ，X 挡我，有冇人？
佢有冇一個集數係有講過呢一個 X 嗰堆東西係點樣用法？係茶定係咩？我知道藥水係噴啦，藥水應該係噴嘅，因為佢有個噴霧之類咁嘅嘢。喺 XY 定唔知黑白都有試過噴俾啲精靈嘅，咁呢個我知道啊。咁但係嗰啲 X 嗰啲加強變化嗰啲技能，嗰啲道具唔係技能，啲道具又點用呢？好想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呢啲道具。出个 Pokemon 精灵知识录道具篇，OK， 好满意招水技真系，招水技真系好强，很强势嘅水技能啊！冇咧，冇血啦呢度，我哋翻去先啦。呢个咩人嚟啊？嗰啲单车就要有呢一。就要讲呢一个有精灵装饰嘅黑色单车棋，呢个棋应该系用嚟装喺啲人定精灵度。我打埋啦呢个，我打埋佢啦呢个，劈死佢，应该死啦呢下，啊死啦，因为头先铲血，扣我50% 啦。知你果，哦，唔使要打啊！喂，精灵图鉴点啊？我进展麻麻地啊，身上带有好嘢，咩对战搜索机啊？我冇睇到添，揿得太快，可以发现愿意再次战斗噶喎，呢个俾你啊，探测仪功能，可以见到啲见唔到嘅嘢喎，可以揾埋宝藏，睇下。边个啊？电咯，啲招可以越级。X 度嘅装落一个发射器，再发射落啲精灵度。B W 有试过，哇，有双打嘅。呢个可以翻去岩石系啊，系喎。呢度双打，其实双打 O K， 我哋双打，我哋双打。呢个阿力再加 Benji， 泡沫光线系咪打两边？好似如果冇记错，如果冇记错，好似系打两边。帕奇里兹火马，我谂我哋嘅阿力应该要学招保护，好似好啲嘅，学招保护稳阵啲嘅。我系灯眼喺度，双重灯眼，瀑布光线单体 ，OK 冇所谓啦。呢度首刀就系帕奇里兹，瀑布光线打小火马，用奇迹发射器射过去，哇，又有火光。哇 ，OK OK， 唔係好高啫。佢可能物攻唔係真係好強，即係帕奇里茲。泡沫光線應該秒殺啦，泡沫光線。啊，應該秒殺嘅可以。OK， 秒殺。噠噠噠噠，升唔到 level 嘅力。哇，可由啊，升得高 level 喺度。手刀劈埋佢。又再手刀，之后泡沫光线，泡沫光线，又跌火光，千祈唔好啊！打左边啊，应该冇事啦，左边，哇，都好痛，都好痛啊，黐线！咁少，打唔死咩下边？抌咧，冇技能学喎，佢。翻回去啦！啊啊，输了！啊输了！啊唔系呢一睇真系岩石系，我哋用阿力打冇问题啦。好，天冠山，小拳石，山之南桂二。我需要多招技能先得我哋阿力。如果唔系得招手刀咧，我嗰个伤害太低，爆击喎，系啦。手刀虽然嗰个威力低，但系爆击个几率高啲嘅。其实我哋可以玩爆击流嘅，不如我哋玩爆击流啦。呢个就我哋玩呢一个储气爆击流，配埋呢个手刀，再加爆炸拳。
爆炸拳、首刀，跟住柱力，跟住一招是但属性或者地震嘅技能。好啦，比较麻烦嘅精灵出咗嚟啦，就系呢只啦。呢只佢虽然系降系，但系佢亦都有超能力中和翻个弱点，所以变咗就正常翻格斗。呢一只将会系我哋队伍如果未有火技能嘅话咧，将会系一个比较麻烦嘅精灵啦。呢队冇办法打中，一命中要害都系打得咁少，佢念力打落嚟，痛唔痛啊？哇，好痛啊，好痛啊！你即刻晕咗添，唔得，走手先好惊呢度。佢系恶系啊，唔系佢系超能力降。Benji 啦 ，Benji 啦。据我所知，呢度嘅降系咧鬼嘅人同恶嘅人都打唔同佢。得闲可以试下呢个催眠，好冇关先啦。好伤药，好伤嗰时用。系啊，好伤嘅时候用，好伤样。哇，淡死封印。嗯，虽然佢拥有好强嘅属性啦，但系如果作为单打嘅时候咧，冇咩变化技能嘅话，就真系麻麻地啦。呢、這、一个降中嘅话，降中系比较适合对，即系一啲变化技能比较出色啲，防御型啊，同埋呢一个嘅防御型变化型。当然，如果你中意，可以玩攻击型嘅。攻击型降中，好呢度呢度食个药啦，系啊呢度食个药啦，费事啊冇，我哋行一行入去先，我哋望一望入面系咩样先，入面咁样样，我哋照用阿力先。呢度系咪要打噶？我记得好似系喎，同埋呢度唔适合用啊格斗系，呢度要走一走先，走唔走到？应该走到啊。OK。正常嚟讲都仲容易走到嘅。如果正常呢用翻 Bandy 会好啲啦。但系我哋 Parky 使唔使升一升咧？狂蟒系咩嚟？狂蟒系加特防减速度嘅性格嚟嘅。咦？佢身上有万能药喎，因为佢执嘢。OK， 我哋把把佢头先啦。既然系咁。银河团大佬嚟喎呢个，你了唔了解世界嘅起源啊？呢一座咧天冠山咧系神奥地区诞生嘅地方，有呢一个咁嘅讲法。喺诞生嘅最初世界入面咧，应该系冇争斗、冇斗争嘅。通过精灵对战去斗争咧，根本系一个唔啱嘅。你既然系精灵训练师咧，希望你能够记住呢一点。如果心灵变弱咗咧，战帝都会变得咧非常之困难，我先失陪啦。哇，系极度深奥讲啲嘢。佢都系想呢个将精灵解放嘅一个人物嚟啊嘛，好似可以之后嘅合众地区嘅 N 咁样，或者佢系想打造一个完美冇人打交嘅世界咁样，又系 OK。风铃铃铃铃当，我哋先用居合斩斩下，睇下有几多先够。哇，够咗啦！好，我哋换重。呢度换只鬼系出嚟，系啊，虽然佢用惊吓，但系招惊吓唔会打得好痛嘅。我哋个波仔，我哋阿波唔会好痛嘅呢度。念力咁啊，念力都系正常常啦，伤害唔会打得好痛啦。我都几多十二血，报复呢一招虽然唔系喺佢攻击，即系唔系佢动作之后用啦，但系都有五十伤，五十攻击力都几高。唉。你个五有我哋比勇龙大，我系个五啊！我哋呢啲亡命模式好危险啊，大佬！真系做好晒个五先至行，练一练 level 先行，真系依家。白星恶魔系白星恶魔，其实我咪应该要将呢一个名呢、這个改名做嗰个人个名。好，我哋换做 Panji 出嚟。其实 Parky 应该都系一个好强嘅。如果我哋真系考虑唔用火宠嘅话咧，咁 Parky 其实好大机会要留低嘅，因为佢嘅雷技咧打水系一个好有用嘅存在嚟嘅。因为我队伍咧其实冇乜边只都系打到水嘅，我队伍入面咧系冇一只好完美咁打到水，除咗海兔啦，即系海牛。海牛系叫做可以咯，但系未去到好劲啊，系啦，建设。我哋用呢招几多攻？系咪六三？系咪三五啊？
泡沫光线咧，泡沫光线高姜高攻啲，我觉得应该秒啦，系嘛，高佢十 level， 咁都唔死，至少再俾佢念力下啲。Parky 十六呢啦，觉醒力量好，我哋要，我哋留一留招觉醒力量，但系应该计唔到啊！我哋可以测试下呢招觉醒咩力量嚟嘅，我哋可以试一试。佢想创造新世界，就系、是、因为想打造一个完美嘅地方啊，打造一个冇争斗嘅地方。跟住佢应该，我估计佢系咪想将呢个世界变翻做虚无？由一开头到开始。即是由原本正正常常由一个乜都冇嘅星球开始啊！好，我哋先试下用觉醒力量先，睇下招觉醒力量打小拳石系一个咩效果。如果佢伤嘅话，咁就有水草冰嘅可能。哎，痛喎！喂，超痛喎！呢招觉醒水唔通系？大家觉得呢个系咩觉醒啊？好痛喎！只小拳石。招到都系觉醒草，佢觉醒草好劲喎咁样。嗱，小拳石地面岩石属性四倍伤害嘅有水草两个，咁水就冇用啦。如果觉醒水就冇用啦，但系如果觉醒草咧，咁就劲嘅，其实都系可以打翻水系水之波动啊！我想象紧两个训练员对战，拎住啲枪瞄住，即系咁射啊！系啊，你如果想自己拍啲一啲可能一啲影片啊嘛，可以咁做噶，攞住支枪瞄住佢咁样咯。你要重置世界系啊，可能就系想将呢个世界重置回到虚无状态啦。好，我哋要试一试呢一个觉醒啊，试一试呢个觉醒究竟系诶、有啦 X 档案 X 速度呢、這个我预计我每样大概买五个到啦，或者五个十个到。找多只草或者水系试招啊，都系啊！我哋要找只水系试招，因为如果草系就好难试，水系就偏水系易啲啊，水系易啲嘅。因为如果水系咧，我哋用觉醒力量，如果佢痛咧，咁啊证明系觉醒草啦，系啦。咁如果系用，如果系唔痛嘅话咧，咁就应该系水系，冇错。不过其实头先咁样咧，其实觉醒水嘅机会好高咯，因为打佢冇理由真系痛成咁噶，除非系自己属性嘅啫。系啊，因为觉醒力量佢都有属性修正嘅，据我所知。我哋而家换下波出嚟先，头砸地球，想打我哋阿波，来个起风，阿小力啊。Parky 十二咧啦，等 Parky 有招雷技咧，咁就可以多个用多招技能打水啦，多个技巧打水。這个照打啦，来吧。二双打就用觉醒打 Benji 啊，咁梗系唔得，一打死咗咁点算？一打爆咗咁点算？好危险啊，好惊！呢招水技应该都死咗噶啦，佢会愤怒唔会好痛嘅系嘛 ？OK， 差唔多要换走啦，我哋嘅cow 要换走啦。正山之南纯狼有几纯？好呢度。Benji 先用碎岩 ，OK， 精灵球，nice， 咁都俾你望到我，胡须佬，呢度我嘅对战再冇咧，比呢一个更加精彩嘅画面，艺术家基文摩尼利。
摩尼尼，摩尼尼，我哋用阿波啊。呢度惊死啦，开始阿波要出场啦。阿波用报复打啦。有咩技？都系超能力啫，系嘛？鼓掌，报复啦喺度，报复，啪啪啪啪啪。哇！一下打死喎，超劲嗰招暴暴，听暴暴会唔会太劲？爱哭树，爱哭树，我哋用爱哭树阿卡啊，阿卡用嗰招叫做泡沫光线。保护台于八八八八八，命中要害，狠碰打佢。我十七力啦，升得好快嘅啫，因为佢招技能太强。三，有火技，有雷技啦。炸叫，哭声，好咁哭声唔要，有雷技，我哋打水系有多个打点啦，有个多个打击嘅技能。快翻嚟回一回先，呢个咩人嚟啊？华丽大赛有啦，系嘛？终于有华丽大赛啦！我哋华丽大赛俾边个参加好啊？买啲嘢先，同埋卖走身上嘅嘢。我要萬几蚊发达，咁平嘅解毒药原来，旧精灵球啦，卖走身上嘅。从喺技能增加咁劲，好技能机其实有啲可以卖走啦，譬如有啲系咩觉醒力量几钱啊？1000蚊，咁少哇，咁少啊！道具回收呢个完全冇用嘅，因为其实都系卖得，但系一唔买住啦，个都咁靓仔靓女，治疗球、布网球，让精灵携带使用。我哋拍奇，你知有冇拎到嘢？有喎，有執到嘢喎。哦，學習裝置嚟嘅。OK， 執咗個學習裝置。OK， 出去打埋啲訓練家先，爭一個定唔知兩個，仲有一堆樹未執喎。係啦，都係預計玩個零兩個鐘到啦，一個鐘多啲啦，唔會玩好耐。雖然係選美定咩啊，但係熱身係冇問題。哇！芳香大姐姐精緻，三蜜蜂啊！OK， 三蜜蜂，我哋阿 cow， 哎呢度可以用觉醒力量试啦，因为佢非人系，好我哋用觉醒力量，如果佢系草咧就会半减伤，如果佢系水咧就冇伤冇减到冇半减，睇睇啦各位，觉醒力量究竟系觉醒草啊定系觉醒水咧呢度，定系觉醒其他咧？觉醒草，100%觉醒草啊呢、這个系 ，OK， 咁可以留啦呢招。毒蔷薇喎，毒蔷薇要换啊，因为佢打死我，换走换走换走，水之波动，打唔同佢，我哋拎下波出嚟啊，呢个应该唔出得 ，Benji 咧出 Benji， 啊唔系喎 ，Benji 怕草喎，唉傻咗添，啊。冇事冇事，顶住一下啫，系嘛 ？OK， 呢度啄佢。头先用报复打魔尼，你明明后手招，但系快过佢出招，唔系啊？应该后手招系讲佢如果后手噶嘛？毒针，如果后手就会加伤啊嘛，系嘛？如果唔后手就50伤啊嘛。所以正常嚟讲，头先就打咗低伤害咯，但系都打得死。咁证明摩尼尼就伤害低啲啦，系嘛 ？OK， 三蜜蜂照打得啦。呢招恶嘅技能应该系叫做系啦，以牙还牙呢招系，所以唔系咩啊？所以唔系嗰招后手啊？呢招系，唔好意思，你嚟睇华丽大赛，好期待咧！你知唔知啊？
本主咧梅丽莎喺咧华裔大赛都系超强，至于我啊，期待你变得更强啦，到时再同你打啦。好串喎、哦，边位啊你？迟早一定打爆你道馆哦。佢阿妈，哦系你啊，哎呀，你系亚子小姐个孩子啊，华裔大赛好犀利，哎呀，我从来冇讲过华裔大赛嘅事，你哋两个识噶？系啊，呢、這个俾你嘅礼物啊，亮亮粉。在参加华丽大赛被精灵带上这个呢给一个不错的感觉，我要走了，裁判很忙、啊、如果呢你都来参加华丽大赛怎么办，不要忘记多多练习、啊、OK 吓亲你啊，我在家里实在没意思先来呢转一转，估不到你都在这里，哇我过了那么久才来到，你这么快过到来，你都想参加要选美、啊、穿上这套洋服肯定啱身啦！你同你嘅精灵伙伴咧喺比赛好好努力啦，妈妈先回去了。话时话华丽大赛咪有对战噶，好似我冇记错，都几新鲜啊，几特别啊！我都冇玩过华丽大赛，就咁多代。精灵喺外面好开心，這個、呢个咧散步广场咁头先讲过啦，散步广场就系头先喺预告片见到嘅一啲画面啦，同 Parky 一齐散步。呢啲散步咪通常都系识人，都系社交嘅社交时间呢啲系，即系如果你呢个世界上有 Pokemon 嘅话咧，我一定会疯狂带，我一定会养一只超级可爱嘅 Pokemon 跟住出街，就好似放狗咁样，放狗或者放猫咁样，帮佢整到好靓仔啊，帮佢整到好靓啊，着晒衫咁出街行，吸引途人嘅目光。黐线有同伴时候唔可以踩单车嘅。坐在单车上面揽就得咯，坐在单车揽上面咪得咯。我哋揾呢个小妹妹先。有时同精灵讲嘢会发现佢攞住嘢，真定假啊？阿 Parky 你拎住啲咩喺手啊？用炸娇嘅眼神望住我，又想食糖啊？系啲咩东西嘅遗迹呢？话系阴魂石板。呢块石板碎片系宇宙诞生时产生嘅，将阴魂石板放入。冇得睇背包，好叫四招同种，点解系四招同种咧？护符金币有啲咁神奇啊！咁我哋到时重制版可以咩咯？可以拎喎 ，OK OK， 呢个 game 我真系要不断探索啊！好，热情度会易先啲，押韵咩押韵？但系蔬菜同种好易俾人毁。又被人打，每日都同好运蛋嚟嘅，喺呢度可以咩都唔谂，咁好，有得坐低。如果重制啊，做到动作坐低咧，咁就真系无敌啦。或者可以自己整一个新嘅广场出嚟，等人入去，咁就系一个完美嘅互动功能啦。睇下我哋嘅 game fat 会唔会做到呢个效果出嚟啦。呵，等紧你啊！喂，即刻打交咯 ，OK？ 唔理几时都要准备我战斗，大镬啦！会唔会 GG 呢度？无端端又要打劲敌，冇黑儿，冇黑儿仲系细只嚟嘅 ，OK？ 19呢啊，我呢只好似好低，得17啫。先嚟个水之波动睇下先，电光石火，哇，好痛好痛！希望暈到佢啦呢度 ，OK 都高嘅伤害，继续收走，系咪出草系？真系树林龟，佢出树林龟，我哋即刻换走，因为佢呢度会用草技，草技将会对阿卡造成一个极大伤害，所以要即刻换走啦呢度，即刻换走了，非常好呢个效果唔错啊，即刻换啦。我哋要换只飞行嘅波仔出嚟，阿波出嚟啦，上啦波！我哋小朋友波要出场啦，混乱中打自己啦，好无法分清敌我，攻击了自己。呢、這个时候咧，虽然我想攻击嘅，但我哋都系依然用咗呢一个能量储存先，加防同埋特防。对面会用啲咩技能呢？有机会用咬嘅，其实对面，因为对面系有咬嘅技能。缩壳咁啊，缩壳加翻防御喎。好，既然系咁，佢用缩壳，我哋用聚气。我哋都系聚气流啊，呢只都系混乱中。
都是打自己，那我們又賺了一彎了。這裡用暴風起風來了，起風爆擊了吧，沒爆擊了，打埋自己就死了，這下飛快都 OK， 沒事，最多爆擊而已，這裡72，即打12都多的 OK， 照打，好，搞定，好，樹林龜，現在我們一防一突防其實都叫做硬正了。阿 Parky 升咩啦？佢有啲咩系啊？泳氣油咁，泳氣油可以照打住先嘅。泳氣油14咧，照道理啦，都系得啲水技能或者普通技能，唔系会20咧喎。我哋用报复啊！啊，我哋用呢、這、一个。咦、欸，佢快过我快过佢，竟然嚟，竟然啊，估唔到。減攻擊喎，減攻擊係冇問題嘅，我哋唔好用呢招啦，我哋唔好用下面呢招。以牙還牙，起風帶走，哦可惜，追擊啊，唔痛嘅應該冇咁痛嘅啫，係嘛？哇爆擊啦又，真係黐線嘅又爆擊，下一彎要走啦咁啊波，頭先爆擊打咗幾多？打30幾血頭先嗰下。冇乞兒，冇乞兒，我哋換一換啦。我哋換只 Park， 我哋換只 Benji 上嚟啦。Benji 出場啦，係你嘅時候啦。我哋冇乞兒，可以完殺佢啦，應該係嘛？泡沫光線，快啲攻擊。OK， 正常傷害呢個係，唔爆擊就得噶呢度。一爆擊就大禍啦，輕鬆啦，唔難打，幾好幾好幾好。開始要多啲聯防就好好多啦。小火馬咁，小火馬照用 Benji 打就 OK 啦。OK， 再用瀑布光線就可以帶走佢啦。搖尾巴，好完了。邊緣人模式左手精靈交換，右手精靈都係砌圖教，係啊！如果有得交換嘅話，可以咁樣交換，但要兩部 Switch 喎，好似應該有得 WiFi 連線嘅，我諗應該唔使邊緣人模式嘅。25咧啦，不過25咧應該冇乜技能可以學，因為頭先24咧先學完招瀑布光線，成功打贏佢啦。哇！又輸咗。如果咁落去，我最強訓練師嘅夢想唔得，我有一日會更強嘅。下次咧會俾你咧見到我係強大而嚇一跳嘅。我啱啱先醒起啦，我應該要裝一個叫做護符金幣，係啊。跟住阿波應該要裝個空背靈，或者裝個陰雲石板，不過遲啲先。